小朋友们好，今天我们一起去给莱恩送货物吧。嘟嘟，莱恩，你的货物到了，谢谢托马斯。我们看，托马斯给希诺运了一堆好吃的哦，有猕猴桃、黄瓜、芦笋、火龙果、柿子、饼干、菠萝、土豆、哇，还有开心球，上面是一只粉色的小鸟。哇，还有一个超大的海绵宝宝玩具袋。哎呀，托马斯，你送错货物了，我没有要奇趣袋哦。糟糕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希诺的。莱恩，莱恩，是希诺来了，太好了。莱恩，我看见托马斯来这里了，我想看看我的奇趣蛋到了没有。到了到了，希诺，你来的真巧呢。希诺，给你的奇趣蛋我差点送错了。没关系，托马斯，大家都是好朋友，我们一起玩吧。我们先看这个最大的哦。哇，是海绵宝宝，他是动画片的主角，戴着耳麦，听着音乐在跳舞呢，好开心呀。上面有蟹老板、派大星，里面有果汁、软糖，还有果汁，营养又好吃哦。新款玩具精美贴纸，好了，赶快打开玩玩吧。大，哇，里面有好多好吃的好玩的。一张贴纸，小朋友们认识他们吗？山迪、夏老板、派大星、海绵宝宝。这个呢，它是一只章鱼哦，我们的章鱼哥，对吧？哇，外星人飞碟，来自太空的飞碟，好神奇呀、啊！小朋友们，见过飞碟吗？哇，看呀，里面有一闪一闪的灯光，会不会有外星人呢？赶快打开看看啦！哇，一个球！哦，原来我们看到的发光的东西就是它发出来的。这里面呢都是好吃的，巧克力啊，原来飞碟里面装了这些东西。还有五包果汁、软糖，嗯，有多种水果口味哦，软软的，酸酸甜甜的，好，挺好吃。一辆回力车车，接下来我们看飞诺的小鸟，粉色的小鸟，好可爱呀、啊。
吃了只小鸟，是开心的哦，不是愤怒生气的，是一个开心球。一把好吃的助兴饼干，一只拼装玩具，我知道这是一辆摩托车。小朋友们家里有没有摩托车啊？有没有坐过摩托车呢？哇，真是一个好玩的拼装玩具。这里安装方向盘，安装四个轮子，好了，完成了。哇，做工很精细哦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我们下次再一起送货哦，拜拜。